这样。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说拿博瑞跟它做一个对比的话，首先这个油耗这一块，我觉得这个车呢可能是它的一大卖点。一大卖点。因为今天我们拿到这台车出发的时候呢，这个油箱是半个。是半箱油，半箱油。然后呢，现在显示的呢，剩余油量呢应该是五分之二。对，就是那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二分之一跟五分之二，这个到底是损耗了掉了多少油？而且今天我们这个路测，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也可以看，还是很暴力。真的是很暴力。对，就差轮胎冒青烟那种了。对，因为这个在我们上一期测试长安车型，应该是这个新款的逸动。逸动车型我们一天暴力测试下来，其实油耗也并不是很高。也并不是很高。对。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这台车型，它至少在这个售价上面来讲，你看它整体的这个售价，最高售价是13.49万，对吧？又是一个最高配置的车型，那你该带的功能都带了，而且本身这些功能在咱们今天完整的测试当中也没有出现问题啊，就是这么大的组合的情况下，变速箱这块我甚至可以做到轻微短暂的一些空档的滑行，再接续D档都没问题啊，油门都可以不用干涉，刹车也可以不用干涉，没问题。所以说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95开始啊，我们觉得说长安拿出了一定的诚意，对吧？到了这个逸动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入门级别的家轿来说的话，算是一个旧貌换新颜，而且有了一个我们说真正意义上国民车型家轿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那现在这台车型的话，就是性价比真的是不错啊，而且真是拿出一定品质。这个其实就回到这个老话题了，就像我们那天测试逸动的时候，回去的路上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他那个刚摸上那个车没多久，但是刹车我特别好掌握。他那个车型在我这儿就是刹车我还倒 OK， 因为你像我那儿直接是属于刹车比较神经病这种。所以说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他那个时候逸动给我给到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减震。真的是那个级别车型里面出类拔萃的。对，比较的舒适度是真的是出类拔萃的。对。然后这一代的车型，你像这个 CC 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平衡找得很好。平衡点做得不错，有一定的舒适度，有一定的运动质感，同时转向这边还是比较贼的那种转向，就真的是做的 OK 啊 OK。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就说是慢慢开始后期勃发的这种长安啊，也有这样跳跃式的一个发展。对，你对比以前的悦翔 V7 也好，悦翔 V3 也好，甚至以前的逸动也好，第一代逸动，对吧？做什么玩意儿呢？是对，如果要说是真的是长安跟自家的老款车型去做一个对比啊，真的是可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呢，这台日程 CC 这台车呢，给我的感受呢也是刚一上手没多久，刹车好掌握，来的比较线性。虽然说它这个左前选的刹车盘还有这个上下磨损，也就是说内圈外圈它这个磨损不均匀的这个情况出现，但是在车内，尤其是脚底下这种脚感啊，还是非常棒的，很到位。对，而且呢，今天我就是说是在这个咱们录制这段节目之前啊，我开着这个车也在这个开发区里面，我自己兜了一圈，自己兜了一圈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这个80公里以内，啊，80公里的这个车速以内，我如果要是想去这个深踩油门超一下车，啊，并不费劲儿，不费劲儿啊。虽然说不上是有多轻松吧，但并不费劲儿。就是它没有像给到我们说像领动1.4T 啊，对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比较高功率版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给你给到的时候，一给油啪就一下窜出去，没有。但它是给你有后劲儿的。对，而且呢，在这种就是说是市区路况下，这个车流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啊，我如果需要这个贴车贴的比较近，我要去紧急变道啊，这种情况呢，这个转向真的是给的比较精准的，说来就来。对，说来就来。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是我超车超一半，或者说变道变一半，发现我变不过去，这个时候立马点一脚刹车，车速立马就能收得住。对，你心里有发数，而且你像就我们说心里有数啊，你踩刹车踩多少，用多少力。对，你像我们做评测的话，其实实际上每一天都要去试乘试驾不同的车，包括像在做评测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像有些车给我们给的这种差距就蛮大的。哎，我们测逸动的时候好像是在手动挡吧。逸动是一台这个五速手动、然后当时我开了逸动开一天回去之后，我就不会开我的车了，那个离合器踏板的行程你还记得吧？对，所以说、我开我的车也有点神经质了有点神经质了。对，就所以说它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能够很好的兼顾我们说大多数人正常的一个驾驶感受，这是工程师费心费力调教调出来的东西。能够让你上手去开，就说明跟你之前开的这种驾驶习惯能够很好的契合。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说新老车之间的过渡其实也不存在问题。对对吧？
对，而且呢，这个车呢，它虽然说定位啊，看它的轴距以及它这个厂家，它本身对这个产品新产品定位，它是一个 B 级的家用轿车，兼顾那么点的运动性啊。嗯。但是咱们说，我开着这台车给我的感受，更觉得这台车非常的灵动灵活。它给我感觉并不是像是一台就是笨重的 B 级车，不像，没那感觉。对，然后呢，它给我感觉更像是。你要说它的这种空间吧，车内的这种空间感受，我在驾驶的时候，我觉得它像一台 A 加，然后开起来这种质感呢，更像是台 A 级车。而且我觉得这台车型，你像在现在这个路面，在不停的上下，稍微有种轻微晃动情况下，这台车舒适质感有点接近天籁了。对，有点接近天籁，上下忽悠，哎，忽悠那种感觉有那么一点意思了。有。而且这个车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发现这个车，你说它这个定价合不合适？我觉得很合适。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你要说不到定价，没有给消费者给太多压力。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是把竞品车型来看的话啊，我觉得这台车呢，可以说是同级别当中的一台黑马，很有诚意了啊！一台黑马真的是眼前一亮。而且这些年，你慢慢在发现，说长安的车型真的是需要消费者去到店里面去试乘试驾一下。真的是慢慢在做到这个。对，然后呢，再说回到它这个车型的定价啊，这个车型定价在同价位区间，你再去做一个大横向的一个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又多了一台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对，啊，而且这个车型其实实际上，你像那个时候我跟军志在说的时候，军志还在挑这个车颜色的问题，说这个车就白色。你起个头。嗯。OK， 那么其实现在实际上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说这个车啊，它本身的这个定价策略。最高售价134.9，在我们这边是这样。那么本身这个养护成本来说的话，也还可以接受，也不是太高。那随后我们会把这个养护成本付给大家。实际上我们现在再来想的话，你说这几年国产车型的发展，包括像你说吉利也好，奇瑞也好，长城也好，长安也好，长城已经基本上没有去做轿车部分的这块儿这个研发了。最后一台同意 C30都已经停产下线了。C50 是先下线的，然后 C30是最后一批下线的轿车。OK。那就是先后停产，对，先后停产。然后的话呢，再来看吉利方面，那吉利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年确实配置给的多啊，对吧？也堆砌很多配置，但是调教上面始终不如奇门，没有找到他自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点。但是早在2009年的时候，你在说吉利这个车型，当时老帝豪那个时候调的真的是非常出色，对吧？除了发动机这块和我们说 NVH 这块不太给力，但是你要说底盘那是无出其右的 ，OK 没问题。因为你像他们不坚持，包括像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就吃了吐吧，就这么说啊，来回不停的在波动，就是今天我用这个方案，明天我用那个方案，今天我用这个团队，明天我用那个团队，导致了他没有自己的这种核心，导致了他没有自己始终贯穿下来的这样的一种调教的主线和性格，没有。尤其是轿车奇瑞那两年更是，对吧？你像最早原来那个时候，你说艾瑞泽刚出来的时候，对吧？你说外观看着还行，操控别扯，没有。艾瑞泽其实这个车还是在中国火了一段时间。对，你像 A3 再往前数 A3， 包括你像奇瑞后来出的那个A516 我就不提了吧， A516 那个车就没啥好提的了，对吧？就拿 A3 来说吧，那个推头推的最后没有办法要加 ESP， 你不加 ESP 这车操控就是不行，你拉不回来。所以有些时候你也在想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说是你在调教层面，你的硬件工程师下了多少功夫，流多少汗水，是不是认真去调的？你光用这些个科技的这些个配置，你去给它堆砌，堆砌出来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但消费者开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你再好的配置，其实还是留有一些遗憾。对，你的这个电子科技配置去纠偏也好，去稳定车身也好，你自己的基础扎实不够，你基础这块不够扎实的话，那你本身你再给到消费者给到这个车辆的这种驾乘的质感，你别说什么舒适度和我们说现在操控性的平衡点，你就哪个方面你要说我单独去做哪一方面做得好都没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个点。而大多数人为什么都会喜欢买日系车，就因为日系车这个方面它有它自己的个性，某一个车型干某一个车型的事儿。我省油的车我动力就是不强，但我就是省油，我操控好的车我舒适度就是一般，但是我操控就是好，他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比较鲜明的一个点。而且他要是真的是把说这些东西大杂烩弄出来，比如说像天籁这种车型，我动力上也不差，我舒适性也 OK， 操控嘛说得过去啊，他也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国产车差就差在这儿了，这一次这台车型真的是给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开头啊，这一台 CC 给我们一台比较好的开头。其实纵观这个
产品线啊，发现一个就是说一个通病嘛，很多品牌都出现的一个通病是什么呢 ？A 级车调的非常的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到了 B 级车呢，就有点模糊不清了。A 级车我反而还不这么想，你知道吗？我开过的一直开的也多，嗯，就说307前面我们那台标致307，嗯，啊，那台307我看着应该是个2.0的，要么就1.6的，你说那个车，它算不算有个性？其实不算。但是你说它有没有个性？有，2.0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动力在当时表现真的是无出其右，它能跟福克斯叫板，对吧？福克斯1.8、2.0跟标致307的2.0，那就是一对冤家。在当年，悬架有没有？第一批进来的那一批307，悬架调得非常好，韧性非常够，结果呢，妥协了，啊，软趴趴。对，因为很多的这个产品，咱们说可能这个刚引进国内的新车型。它可能会按照它原有的一些设计初衷去走，对、啊、但是到了国内呢，它会更加的迎合消费者，为了什么呢？提高它的销量。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在想这个问题啊，你广宣做得好，也许能带起来一定销量，但是你到最后销量回落的话，一定是因为车不行，而不是广宣的问题怎么怎么样，一定是因为这一点。哎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你会发现更多的一些这个问题还是来自于车辆本身内功，基础内功不扎实。基础内功如果足够扎实，你像现在这个力威卖的怎么样？我们前面这台车其实卖的一般，但是老力威卖的绝对好。老款的力威是销量还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而且整车真的是实话说，而且老款的力威在当年那个时代呢，它这个定位的车型呢，确实竞争对手也比较的少，也比较少。嗯。但是当时你要说跨界车型，给个大七座，你敢吗？你真不敢。后来改名叫俊逸了嘛？当时力威是有七座版的车型的，还有个大排量的版本，是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你在想这个问题，咱们细数一下老车型啊，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在这些年国产车的变化，其实基础还是差，还是薄弱。嗯，基础这一块如果能够造得起来的话，你实际上我真的跟你说，不是没人买手动挡，真的不是，你变速箱跟不上，调教跟不上。是的，不是没有人说想要把你这个车拿上去参加我们说现在所谓的，这个房车锦标赛或者房车这种比赛，民间这些赛事，不是没有，你车跟不上，你操控跟不上，侧倾抑制跟不上，变速箱跟不上，我拿什么去弄？我没有这个底子。对啊，然后再聊回来咱们今天这台主题测试车型，这个变速箱调的呢，我觉得日常使用啊，没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啊，没啥大毛病，动力响应这块也跟得上。这运动档差点意思。对，运动档三档尾段，嗯，还是有点犹豫了。是的，哎，而且呢，我觉得你就像它这个车呢，我觉得这个它有很多的便利性的配置啊，真的是我觉得它能给你给，说明还是很有诚意的。你就像这个。自动驻车，嗯啊，然后呢，包括像它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自动启停，现在可能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配置的车，在这个价位的车型上。然后咱们再说像它这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一开始我所一直在测试的这个车道纠偏报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功能啊，嗯，有这个配置的车不少，但是好用的真的不多，好用不多啊，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有些车型呢，它只是为了堆砌配置而给你给了，并没有说真的用心给你调的好用。对，所以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你像我们原来测的启辰 T70，对吧？对，老款那个启辰 T70，我们测的时候，你说它有没有 ESP？ 没有，嗯，有一定的油门控制，对吧？你说那个后桥甩成那样，那车都没失控，嗯，为啥？底盘扎实啊。对，调的好，它跳没有关系，我能拉回来。今天这个车也跳了，跳了，我拉回来了。对吧？我一下就能拉回来。但你要真给我给一个博瑞，你跳成那样，我跟你说真的不好拉，不好说的。对，这个车如果你把 ESP 关掉，它不介入的情况下，它还不是跳，它是甩。啊，它甩，对。不是，有些时候其实实际上针对于一些这个驾驶性能比较好的人，你甩了反而我不怕了。嗯，对，你看就像刚才这一下，我觉得它虽然说不上是这种太过于激烈的这种。压缩这个减震压缩吧，但是呢，它已经就是说达到了这个中段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哎，中段这么一个水平，我觉得做的已经很柔韧了，就已经是舒服。在这个中段的这个支撑下，它这种回弹的力度以及包括它这个压缩的行程控制，我觉得能做成这样，真的是说它舒适没毛病。就首先第一、你的这种化解冲击是很舒适的、很柔和的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你的这个悬架回弹能够保证四轮，包括像后桥比较轻的这个部分还能贴地。能感觉贴着地而不是跳起来，那就两回事儿。这就是明显我们说在以往的时候你开合资的 A 级合资的 B 级，它不同就在这儿，嗯，不同就在这儿了。对，我觉得这个车可以，
另外呢，也呼吁一下大家，你们对于长安如果说是还是觉得不放心，来对照着我们今天所聊的所有的这点，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你去试乘试驾，放心。其实就像这个，我们一整套测试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然后呢，从这个第一期的这个静态的应用体验篇开始，啊，直到后面的问题收集，包括的拆解，然后咱们的路测，然后以及到现在的最后的总结，其实都不难发现一点呢，就是始终贯彻的一个主题，就是这是不是台好车？我们认为是的，但是它完不完美？没有完美的车，没有完美车啊，真的是没有完美的车。这个车还有，你不要说没有完美的车，你就说这个车完不完美？这个车不完美，对，它确实有些问题，嗯，对吧？对，但是呢，咱们说它的问题其实并不大。你比如说，它不是硬伤盲点，嗯，你该不该来一个？嗯，该来一个。天窗这块，你这个回弹、防夹功能，你这个防夹有还不如没有，你干脆别给我给算了。对，因为好多的咱们说的问题收集到的一些这些点呢，其实它并不是说是硬伤，嗯啊，非得就是说非纠正不可，而是说呢，更多的是凸显于它的这个优化的方向。哎。我觉得它这个车真的是还需要有很多的方向，这个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但是这个优化绝对是把这个车能够越优化越好，而不是说我就所谓的优化啊，我给你把轮胎车身给你缩个水啊，啊，我给你再给一个什么座椅通风啊，就是有的没的我给你做加减法，我让你往上加是让你真正的学会这个加法，而不是说让你减一半再加，再减一半再加，对，那叫偷换概念，那不叫优化。真的是能够让车的本身的品质能够有一个质的飞跃，对，因为、这叫优化。因为这个我还记得这个咱们在这个就是问题收集的这个环节呢，咱们在当时在细查看这个车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过一句话，对吧？我说对比逸动来说，我说它作为逸动的哥哥吧，哥哥大哥的车型啊，哥哥，它真的是在这个前轮刹板这个内部啊，它这个堆砌了很多的这个隔音棉啊，我觉得这个啊是真的是应该的，有用啊，真的是比较应该。为什么呢？你贵了3万块钱，你不能让我光看着了很多的电子配置，但是你看，我看不到的东西你没给我做。我觉得这个刹板部分，包括那个空腔那块填充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前部轮道应该就来自于那个位置。嗯，后腔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估计可能加隔音棉，对吧？后桥稍微填充一下，下方那边只是满，在尾舱加一下，这车应该就 OK 了。啊，现在没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从我今天这个噪音测试，我一直坐在后排3个不同的时速下，我的体验呢，其实就是，你要说整车的这个静谧程度做的 OK 的，但是呢，唯独就是什么呢？顶部的这个风噪以及尾舱传递过来的这个路噪、胎噪、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噪音部分的激荡。对，实际上坐到前排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轮胎啊，我觉得这个轮胎真的舍得本钱，你给它配个米其林。真的不亏，这车配米其林轮胎不亏，真不亏。你给一家通，我觉得浪费了。你给一什么什么，这别的品牌，三角呀、玲珑啊什么这，我都觉得浪费了。你就唯独给这么一个，不是浪费轮胎，是浪费车，你知道吗？嗯。就给米其林，我真的觉得是，哎，配得上这个车，没浪费。行，那今天的这个部分的车辆总结呢，就到这儿了。那欢迎大家对我们这边的整体的这个视频呢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相关的信息呢可以发送到124214136的这个 QQ 邮箱里面，当然也可以加我的 QQ， 咱们可以细聊啊。有关于这个建议意见，或者说是想我们去测评什么样的车型，我们也会努力去做对接啊，我们也会始终如一的就是给大家奉献真实这样一个车评，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创办节目的宗旨啊，也一直会这么贯彻下去。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0692车评中心啊，欢迎大家在优酷收看我们主站的这个视频啊，我们分站的视频呢会逐期更新啊，但主站的视频一定是最新最快，而且画质最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